为的是什么？是国家之耻，是民族之辱，是百姓之苦。莫非是岳飞真的灭了晋国，收复中原？那岳飞功高盖主啊！岳飞有时候是倔强，但是以他的个性，他是不会反的。我奉朝廷之命，前来捉拿你们这帮贼寇。 千古的一战，我岳飞就拜托大家了。